今天我们谈一个细节，谈一下浙派山水画所留下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艺术史遗产，由浙派山水画所引出的一个非常特殊的问题，也就是山水画中的点景人物的问题。在浙派，特别是中后期浙派山水画中，世俗化的情节越来越多，所以在浙派的这个山水画中，我们会注意到一个变化，就是人物点景人物的尺寸和比例被放得越来越大。这不是一个个别的现象，很多的浙派山水画都有这种倾向。在这些山水画中，我们会看到画面的故事性、情节性明显增强，画中的人物啊，像他们的胡须啊、头发啊、表情啊、衣纹啊，这些细节的刻画都非常的生动，非常的丰富。另外呢，除了单个的人物，还有故事情节的组合，山水画中的这些新出现的人物画的细节，我觉得需要单独来讲一下。这种高度细节化的啊，高度富有表现力的这个山水画中的这个人物啊，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当人物的比例被放大以后，对人物的表现技法要出现相应的调整，也就是说人物的脸、衣纹、须发，它的勾勒的方法应该和周围的环境相互一致啊，人物的衣纹、表情、它的用笔和用线的方法、它的笔法要和周围的树、石、云水的笔法相互呼应，只有这样整个画面才会产生出一种协调感。其实呢，像南宋的这些马远啊、夏圭啊、还有梁楷啊，他们也是这样处理的，但是这个问题还没有像浙派山水画这么明显，因为在浙派山水画中人物的比例是放大的，所以浙派山水画中它的点景人物的处理方法就特别特殊。画数十的一些皴法啊，甚至都可以用到人物画的处理方法里面去，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啊，同时也反映了艺术家的智慧和感受能力、表达能力、画面的控制能力。在晚明的各类世情风俗山水画中，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场面，在近景部分人物被不断的放大，同时为了配合背景的处理手法，让二者在笔性上、在风格上保持一致，所以人物形象的处理也就越发的简率。这是一种以人物为主体的山水画，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物画或者是山水画。晚明的这种世俗题材的这个山水画叫世情风俗山水画，似乎更加看重画面的故事情节啊，画中人物的动作、表情夸张而又激烈，画面给人的感觉啊，就像是一个有山水作为衬景的这样一个舞台剧。从技法上看，画面中的这个线条飞走跳跃、长短错杂、衔接凌乱，这些线条不肯屈从于物象的结构和轮廓，特别是人物的形象，有的时候也用这种笔法来加以表达。很明显，它的缺点就是形象显得支离破碎、狂怪而又草率。我们说，这是从浙派山水画皴法中演化出的一种特殊的人物画法。那么晚明以来呢，这种特殊的来自于山水画皴法的，特别是这种人物画这个技法就逐渐独立，并且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人物画的一种处理类型、一种技法类型。好，我们说点景人物一旦脱离了山水的背景，它就变成了一种独立的这种人物画的风格样式。如果这种点景人物被放大，那么它也就成了文人画一种特殊的处理手段。美术史上经常说啊，一笔人物画就是指的是这一类这个形象。它有优点也有缺点，它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近代以来很多批评家、很多理论家、很多画家所批评的，这种人物画比较草率、比较粗糙，有的时候画得极不准确，甚至还会给人一种不堪入目的这种巫术的感觉。特别是近代到了扬州画派以后，到了海派，很多人物画的这个画法还是在延续这样一种传统。什么传统？就是脱离了云水树石背景的这种人物画，也就是说从山林里面走出来的这种人物，他的风格会显得比较狂放，有的时候会显得比较
出野，人物化形象啊，人物的形象会显得有些丑怪。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山水画中的这个点底人物，为了追求笔墨的协调性，所以把人物的形象做了很大的调整啊。所以在笔墨上，我们看它和周围的树石环境是相互一致的。但问题就在于，一旦离开了树和石头的这个映衬，单独去看人物画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这种笔墨是过于强烈、过于夸张，有的时候甚至是难以接受，因为它改变了我们对人物形象的一个稳定的认识。我们谈过常形和常理的问题啊，对于自然界的事物，我们把握住它的常理就可以了。它的这个形象的生长，是个石头画大一点、画小一点、粗糙一点还是平顺一点都没关系，树的这个枝杈多一点少一点都没关系。但是画人的时候就不行，这个脸如果处理得过于随意啊，那么就会破坏我们对人物形象的稳定的认识。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一个特殊的问题，也就是说从浙派山水画中所演变出来的一个人物化的问题。为什么这个问题有一点重要呢？啊，因为中国的晚期的人物化，特别是写意的人物化，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种类型，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山水画的啊这种点景人物发展出来的一种笔法，用这种笔法来做的这种人物化啊。那么这种人物化也成了近代以来中国人物化变革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批评的对象。那么今天这一节这个话题稍微有一点点特殊，虽然我们谈的是山水画，但是我们讲的是山水画中的一个细节，也就是点景人物的这个细节。而且这种点景人物呢，和后来的晚期的啊中国写意人物画的这个发展还有一定的关联。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好，谢谢大家。